就差一点就到。后我进不去，没关系，那我们，我看一下有没有人可以扔可以要。好，没有人，是的。那我们再玩一场。这次，今天限制是什么？没看到，只注意我的舞女。我看一下好了。我先不管他，机械师，不要，我当护士。哇，那个机械师的衣服太酷炫了吧！哇，他怎么不当了？立马好学我当护士，安内唔当哦。哼，等你嘞，我等不及玩路。我明明就人格等级100，为什么他不帮？哦，我最讨厌这个地图了，讨厌讨厌讨厌。好，我们来玩。鬼在哪？鬼嘞？为什么都没看到鬼？好，我看到他在动。好的。那我去王鬼那里，过去，没有，反方向而已。还好忙，这样我应该都可以看到。如果找不到手机的地方，我就惨了啊！我看到了。我找到了，这里有非常好。哇，魔女被找到就是小弟，我有点无情呗。啊，魔女在哪？先去救她一下。身为医生的我可以治疗自己，所以我就去救好了。想看有没有人修机哦？那我就不用去救啦。好，不去救。修机，努力的去修机，别管他人。哇，那我快去治疗好了。在哪？好，他应该不会往这里。修好了，加油啊！我的不好吃松饼。我成功修好了一台。我第一次。撞。再去修阿基。他们都没有在修吗？盲女，修机那么快。
结果嘞，现在才两条。那是鬼吗？哎，那是哎。哦，他没看到，他把就抓他。这样修吗？嗯，好棒，你会修哎，对你拍拍手。可以不要管那盲目吗？我觉得我先跟他自己先逃跑好了。